屏东县高树乡宫雕艺术家梁锦发，其中的扮演溜溜小小为当地实践佛教创作的动有特色的宫雕艺术。今日屏东县教育处长王飞兰特别送去美感发育的网匾，来表扬其热爱乡土、美化教研的热心。用木雕的美，纸雕的意象，象征体育馆重视和生态教育的理念，做得推推相传。逐个会交响乐团同华笛乡户的宫雕创作，表现高树国手以同安科场面特色佛教的精神。教育是一代传下一代，安尼教育的意义来去传下去。整个装置艺术、希望等等，都是符合我们校本的这个同安艺术的一个本位课程。莫先生教育设计外的宫雕艺术家梁锦发创作的梅材大部分用冲茶的材料为主，而用扮演的时间为高树乡实践佛教的创作，主要是希望透过作品传达设计的童年回忆，并实现神话艺术和教人上进的理想。我嘛死唔得，记唔得，讲我爱童年，哦，我不是会思想，我用我的童年来打造那些艺术品出来。艺术家能够一起来跟校园的空间做结合，那也是一个生活美感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一、二、三，好。吃下米干发育的边呢，杨建凡露出快乐的神情，伊讲下一个目标，如何为高树乡创作热口印象，并春日要游客做得对河山河水的高树乡留下个深刻的印象。下个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